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贤。今天我和表妹玩的游戏是我给他造车，他给我造车啊。现在我给表妹把动力车轮放到前面啊，转向车轮放到后面，我看表妹怎么转向。给表妹还是装上一个驾驶座啊，引擎还是要有的。给表妹装一个向后的推进器，有了向后的推进器，再加两个向前的推进器，前后互相抵消。好的，游戏开始，我来开表妹的车，表妹就开我的车啊。我怎么是往后走的？表哥，没想到吧？哎，座位是反的。好，表妹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表哥，这个车卡到这儿了。哎，表妹，你还是玩不过我呀！我开得动你的车，你开不动我的车。完了，要翻了。啊，我找到操作技巧了，表妹的车。啊，反方向操作，哇！哦，会了。表妹这个车反方向操作就能开啊！哎呦，哇，我好强啊，表妹，我把你的车开到终点了。我这个怎么开不动呀，换了个车。也非常的有问题。